看例题十三，他说哈，这个四个带电子点哈，排列如右图，哦，这四个，啊这个哈，这个带的电量跟它三个不一样，恰可保持平衡了。他问说哈，这个在正三角形里面的话是正 Q， 好，那我假设哈，这次都是负的。他的假设是正的，好，那么他问说哈，那么 Q 小 Q 跟大 Q 的比值是多少？首先哈，这三个小 Q 哈，在这里建立的电场等于零嘛，所以小 Q 呢，大 Q 不受力，这已经是确定了，大 Q 会平衡，大 Q 受的力等于零，好，这确定了。现在问题是说，这三个小 Q 受力会不会等于？那这时候怎么做？我就盯住呢小 Q， 这小 Q 受了几个力呢？受了两个哈，这是排斥力，把这两个给它的作用力排斥力。好，排斥力呢要跟吸引力以后要抵消的。好，那排斥力多少呢？这个力是多少呢？是 r 平方，哦，这个距离是 a 啦。假设是 a， r 平方 a 平方是 k， q 平方，好， k q q， 好啊，这是一个嘛，啊，这个是两个嘛，所以你把什么，把这电力哈，把它乘以 cosine 三十度，啊左右两个嘛，啊乘以二，就是这个合力，再乘以多少呢？cosine 三十度，啊，左右两个乘以二，啊，这要跟什么？跟这个抵消，跟那个会等于多少呢？这距离多少？这距离是 r 哈，是等于呢？这高是多少？高是等于二分之根号三 a， 啊，再乘以这个是重心嘛？这是整个的三分之二，再乘以三分之二，所以这等于根号三分之 a， 哦，就是 r 平方根号三分之 a 号 ，kqq， 哦 k， 我们取大小，取它大小 kqq， 哦，就是排斥力加吸引力的哈，这个如果是正的话，这个就是这个正的话，这个就负的。哦，本来应该是这一个啊，减这个等于零啊。哦，然后的话，我把它取绝对值的话，这两个是一样的。好，这是 r 平方了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 a 平方之三 kqq 了，啊，这等于二分之根号三了，这可以约掉。好，啊，这个 a 平方可以约掉 ，k 可以约掉，啊，小 q 约掉一个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我把大 Q 除过来，小 Q 除以大 Q 哈，这等于多少？根号三除过去嘛，三除以根号三，所以答案是根号三，所以是根号三倍。好，所以小 Q 除以大 Q 是等于根号三。